大宝，你有看你胸前那个安全气囊是怎么回事？其实你不用这么累，我已经在帮你顾了。他现在要吃饱，要回去喂那只小的。母性不用那么强吧？太尽责了，真是。是我看过最棒的母鸟了。对呀、啊。你要让我觉得他想要去喂那只小的，就两只绑住他。